胆囊癌是最常见的胆道系统恶性肿瘤，而且研究发现胆囊癌的发病率近几年有明显的上升，它恶性程度高，转移早，进展快，预后十分差，所以大家对于胆囊癌的治疗很是关心。但是要想有效的治疗就要在发病的早期发现，正就需要了解一些胆囊癌的早期症状。那么胆囊癌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呢？如果出现右上腹疼痛、呈钝痛、胀痛或绞痛、伴恶心、呕吐，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就医。查清病因，千万不能不当回事，也不能强忍，以免延误诊断，失去手术机会。目前晚期胆囊癌病人的生存率不高，大部分病确诊后大约都只有半年左右的生存期，这与胆囊癌早期不易确诊、化疗和放疗的效果均不理想有关。手术切除是胆囊癌首选的治疗方法，也是唯一可以治愈的方法。遗憾的是，多数胆囊癌发现时已属晚期，无法切除，因此治愈胆囊癌的关键在于早期及时做出准确的诊断。尽管早期胆囊癌缺乏临床症状，但多数患者是进行体格检查做 B 超时发现胆囊有隆起样病变才引起注意的。但临床上也曾发现早期胆囊癌病人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，如食欲不振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右上腹不振等。如果病人的右上腹疼痛持续多年，尤其近年来药物治疗效果变差，那么就要留意了，这可能预示